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IO 乐团，我是贝斯手秀，我是主唱 Angus， 我是鼓手 Cody， 我是吉他手 Hans。那今天是7月6号，星期六，现在是下午4点半。那我们其实呢，已经准备要出发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现场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其实就在我们每次都会来这边做头发的 80s Studio。学秀歌奖是 80s Studio， 这样才对的 ，OK？ 那我们很感谢，就是各位在这里帮我们弄的头发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头发是绝对不会改变，很多事情是世上不会变，这非常非常让人非常安心。那我们今天穿的衣服也很特别，对，我们为了这一次颁奖典礼花了很多心思。那我们这套衣服是什么？开始 ，Fine 的。西装外套，深蓝色，搭配着可能看不太清楚的德文。好，然后最后这个裤子，这个裤子也是 Fine 赞助我们，然后所以就我们要再次谢谢 Fine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来到我们的 Facebook， 我们可以教你怎么去。那今天其实我们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自备，做我这双牛津鞋，还有 Cody 这个靴子，亲情啊，我们一个一个讲。开始啊！哇，这些很期待啊，可能是有那么沉重吗？没有啊，反正就是等着拿奖嘛。哇，反正讲错话可以剪。好 ，Cody 啊，鼓手 Cody， 那平常心啊，就去享受这个社会。我的话就是，我觉得是唱歌，然后又可以被肯定，是一件非常。幸福的事情，我觉得不多人可以享受这样子的荣幸。我早上其实蛮不紧张的，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紧张，但是我觉得也是很谢谢评审团这次对你的支持，让我可以再次跟大家一起在这个 party 里面一起享受音乐。是，所以谢谢大家，我们会加油的，我们是爱乐乐团。